못하삽니다. 아, 这哪干嘛？ 出去！ 但是我没有毒啊，那是未遂了。我耍我？你的手还是我的？我有条白鹿送给你。我是来找人的。他就在外面。你终究是心软。这是你的剑，搭你。你们两个只有一个走位吗？ 哎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们兄弟俩必须死一个？没你的事。你说你们这帮……你听不懂我说话对吧？这样你懂了吧？啊！这才是我想做的事。啊！ 死なれたくないので、二人とも優秀な人ですから、友として一緒に人助けできるはずです。それは武術上の話だ。今は打ち負かすしかない。でも何もかももう決まっている。明日君の写真は君には選択する権利がある。おそらく 本当はここに来るべきじゃなかった。
杀死提姆雷的时候，你还没有你的十几秒必杀技。希望面对魔师风渊的时候，他可以帮到你吧。我知道，为了这道疤痕，你一直在等着与我决战。没错，我等了你12年，真的希望能完成我们那一场还未分胜负的比试。你咋会让我的车里赔？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把你的玩具收好。我不收，这是我的家，我爱放哪就放哪，你管不着。这是我家，你得听我的。这不是你家，这是我和奶奶的家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。Ah!